是我们升级版 Spinax 魔术伸缩水管。对，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有 Latex 的这个软水管嘛，不会硬化啦，不爆裂啦，另外打结也不用担心哦。非常的方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三倍的伸缩，从5米可以伸缩到15米这么长，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很容易清洗，而且收纳很方便。哇，市价呢？你看是需要199令吉耶，让你节省了190令吉，所以超值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而已。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到了年尾的这个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呢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最重要做的东西什么？就是打扫家里，对不对？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但是洗刷刷呢，如果说哈你家里的那个水管哈又脏，然后又干掉，然后就裂掉，对不对？然后要收起来的时候又很麻烦，放在那边的时候又黑黑，这样子很碍眼的话呢，是时候要把它给换掉啦。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呢要给你来介绍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的这个来自 Spinax 的魔术伸缩水管哦，是的，我们这个魔术伸缩水管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体积是非常的小巧一个，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收纳架嘛，然后呢里面呢还有就是5米长的这个伸缩性水管，可以一直延长到15米这么长。当然里面呢还有我们其他的配件，例如说我们的毛刷啦，还有我们的喷枪等等的。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当然的另外还要赠送给你的部分呢，另外一个这个5米长也同样呢在这个它注水之后同样会延伸到15米的这个水管啦。再来我们就是有一个车挂式的收纳袋，还有哦就是这个汽车我们可以放在 cupboard 的这个水管啦，再来我们就是有一个车挂式的收纳袋，还有哦，就是这个汽车，我们可以放在卡布里面的一个收纳箱啊，还有一个刮刷都是要送给你的。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当然的另外还要赠送给你的部分呢，另外一个这个5米长也同样呢在这个它注水之后同样会延伸到15米的这个水管啦。再来我们就是有一个车挂式的收纳袋，还有哦就是这个汽车我们可以放在 cupboard 里面的一个收纳箱啊，还有一个刮刷都是要送给你的。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是给你5+5，就是等于说10米长的这个水管呢，但是呢，它是可以延长到30米这么长。哇，真的很厉害耶！所以呢，你看有的你一直在埋怨，就说呢，你每一次在不管是洗地啦、洗车的时候啦，然后呢，这个水管不够长，对不对？今天就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了哈。所以呢，如果你还是在用那种传统黄色啊、橘色啊或者绿色水管，你就会觉得呢，在加急的这个部分上面呢，就是很熟悉了，对不对？哎呦，这个呢，每个家里都会有的啦，不管是青色的啦，或者绿色水管，你就会觉得呢，在加急的这个部分上面呢，就是很熟悉了，对不对？哎呦，这个呢，在加急的每个家里都会有的啦，不管是青色的啦，
个乌鸡哦，太辛苦了啦，真的很麻烦，就是什么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是的，但是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呢，就是呢只有非常轻巧的一个哈，因为呢它是用这个 latex 来制作成的嘛，所以呢你今天呢要拿起来的时候呢，收起来也是非常的轻巧的，而且它这个呢是五米嘛，我们呢还可以延长到就是十米，加起来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就是这样子罢了，你就这样子收起来，这样子拿起回去的时候呢就非常方便。是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挂钩可以给你收纳起来耶，就挂在你的水喉那边，是超级方便的，所以五米会变15米哦，大概在这个被注水之后，你看佳琪很用力的在一边拉扯它，都绝对不是问题的、啊。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说呢，家庭主妇最方便呢，就是可以很容易的收纳。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就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为什么叫它 magic， 为什么叫魔术呢？是的，请过来这边看一下，就是今天呢，我把它全部收在我们这个一个小盒子里面，对不对？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开水的话呢，它会怎样呢？很简单哦，大家不要眨眼哦，这样子放下来过后呢，因为水经过的时候呢，强力之下它就会膨胀，膨胀了过后就会怎样呢？你看，慢慢的从五
米呢，一直就可以延伸到我们这个的十五米去啦。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哈、哦。所以呢，当它五米的时候收纳方便，变成十五米的时候又足够让你呢可以拉到很远，然后呢进行这个清洁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另外我们今天还另外加送给你五米的这个水管，所以呢，总共如果两条水管加起来，总共是三十米这么长啊。哎，三十米哈、哦，真的 是你可以从哈这个帮你的邻居洗车，对，或者到第三间，是，对，没有问题。然后今天呢，很厉害是什么呢？对，我们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毛刷的一个部分啦。是的，我们今天的毛刷也很方便哦。你看到我们这个毛刷的部分，所以呢，今天呢，你一定要赶快给它拥有我们整个套组，因为呢，我们就是有另外的这一个五米的水管要送给你的嘛哈。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套组里面呢，还加上这个毛刷哎，这个毛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一个泡沫瓶哎，所以呢，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这个 snow wash 的一种感觉啊。这 snow wash 不只是呢，就是来洗车而已啦，绝对是。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落地玻璃 sliding door 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肮脏的对玻璃好不好？然后呢，就可以去到讲说呢，其实呢，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够不着的话呢，对，你就可以去到前面，然后呢，把它这样子刷干净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呢，非常柔软的一个毛刷，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是说你家里的这个玻璃呀、啊、落地玻璃、啊、或者是镜子，甚至呢，你的这个车大镜啊，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泡沫的这个方式呢，来给它清洗一下的。所以呢，你看，简直就是有感觉二合为一的一个水管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你看像这个呢，除了说呢，你可以清理家里的就是那个 sliding door 啦，或者是阳台方面的那个 sliding door 啦，都绝对没有问题啦。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今天呢，你要洗车的话呢，它就不会伤害你的车咯，是不是很方便呢？对，而且呢，有这个之后呢，今天你不用就是讲说要去掺那个肥皂水进去啦，很麻烦那一大堆的，这么对不对？这个呢就已经是帮你做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要用毛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喷枪。我们这个喷枪呢，一共是有七个我们不同的这个水力出来的，你只要这样子转一转就 OK 了。然后呢，今天如果说你今天呢，就是要比较强力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到我们这个 jet 的一个部分啦。是的。然后呢，转成不同的这个水枪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清洗的一个部分啦。然后你看一下，今天呢，我这样子哦，一二三。哇可以射好远呢，甚至你看我们上面呢也有一些就是污迹的部分嘛，所以佳琪你看哇也可以直接把它给射掉哎。对对对，就是一些泥浆的部分呢，很顽固的污渍呢，你看一下我都可以很强力的这样子冲掉，有没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距离是非常够远的。然后呢你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样子呢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强力的水枪，有没有？而且呢你可以就是把它直接喷上喷下，然后呢我们是有不同的这个，你看，就是你要比较温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 shower， 你可以帮你的这个宠物冲凉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啦。对，浇花也可以。浇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距离喷的比较远，就可以用这个 flat。甚至是呢，你可以只是注重在中间而已，就是 center 这个。所以呢，它一共是有七个不同的水枪的一个出口哦。所以呢，你在用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自行来调整。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浇花的时候不要太大力的那个水冲掉那些泥土嘛。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 mist 啦，或者是 jet 啦。jet 就是呢很重要的。你看上面这些超肮脏的部分哈、啊，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冲上去。哇哦，真的确实要给他一个掌声来鼓励一下。你看呢，他确实呢，这个比较水柱有力的时候，射的这个距离也是比较远一点，所以再高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所以今天呢，你看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Spinax 的魔术伸缩水管整个套组非常完整的给带回去之外呢，当然我们今天你看呢，还有就是有买有送啊，另外再送你五米长的这个水管的一个部分啦。是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呢，就是会怎样呢？很多东西呢要洗嘛，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整个套组只需要99令吉而已。对，99令吉呢，还送给你超多东西的，包括说我们这个刮刷啦。除了刮刷之外呢，还有今天特别在送出的这个汽车的收纳袋一个，以及呢挂在车里面的这个收纳袋，车挂式的收纳包，另外一个啦。你看今天呢，只需要99令吉，你就可以通通给它带回去了。是的，哎，真的很多哈、哦，大家每次
回乡的时候呢，一定会放很多零食在车上，一定啊，然后车上有很多东西，对不对？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是配合这样子呢，送给大家。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每次大扫除的时候，一定会洗前面的 car wash， 对不对？哎呦呦呦，超肮脏的，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喷干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啦。然后或者是可以换成这个，把它冲干净。甚至是呢，今天呢，你要更强的一个，我们换成这个负的话呢，你看冲一冲就非常干净。对，所以呢，你看你在家里的屋前呐、然后呢屋外啦等等，都可以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个伸缩水管来进行一个清理，然后呢一个干净的这个动作啦。OK， 所以你看到吗？两边的差别实在是非常大的，哇，有差真的，一边是呢超肮脏的，对不对？是。然后另外一边呢已经是超干净了，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哈、你完全是不需要用手或者是用我们的刷子这样子去刷，只要喷一喷就干净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对，这个是重点。新年的时候的一定要清理我们的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的这个 aircon filter 啦。大家看一下这个 aircon filter 有多么的肮脏。是，你看呢都沾满了这个灰尘啦。虽然呢可能呢冷气经常在 service， 但自己呢也要拿下这一个 aircon 的 filter 网，然后来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 okay， 才能够让你吹到这个冷风的一个部分啦。aircon filter 网哈，你不要用刷子去刷、因为很容易对，很会破掉啊。超大力的，对啊，一二三，来把它给冲干净。是的。你看得到灰尘是不是很容易的，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冲干净了呢？是的，所以呢我就可以把这种蜘蛛网哈、这样子喷一喷，是，然后呢把这些蜘蛛网啊或者灰尘呢全部冲得一干二净，就是这么的方便和简单啦。再冲一冲哈，后面还有一点点，这样子把它翻过来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只要用水管来这样子把它冲。如果你今天用家里的那种普通的那种塑料水管，哎呦，我绝对不能的。你还要按着它，是不是超麻烦的嘞？按到那个手指头都痛了啦。是的，所以你看到说呢，非常的干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收纳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呢它长度够长，延长之后呢是有30米这么长。是的。最重要的是价钱呐、才99令吉而已，100令吉都不到哦。所以呢，为了清洁家里的话，真的是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的 Spinax 给带回家吧。哇哦，今天带给大家的 Spinax 呢，市价199令吉，但是让你省下100令吉，只需要99令吉而已。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整个套组呢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配件，都可以直接给你带回去的哦。我们有这个收纳的挂钩啦，有水龙头的接口啦，双向的接口啦，5米伸缩水管，还有这个泡沫刷啊。最重要是什么呢？赠品方面非常多，第一个要送给你的就是5米的伸缩式水管，以及我们的刮水刷。是的，所以呢，另外你看，额外再赠送给你，哎，折叠式的一个收纳箱，共是两个这么多，哎，价值25令吉啦。车用挂式收纳袋也要送给你。如果要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的话，非常简单哦，因为呢，你可以再获得5%的哇哦购物积分，下次买东西就越买越便宜啦，所以赶紧行动吧。只要下载 CUOshop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哇哦！水管打结哈，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甚至是怎样呢？我家里是打结了之后呢，水管会折掉，然后那个水会出来变得很小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把整条水管拉出来，再把它调整好，再把它收回去。对，甚至是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手这样子按一下呢，那个水才会好像比较大一点。对，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对，所以呢，绝对不要用这种传统啊、老旧的方式啦。对，今天的你应该给它抢购回去。我们这个 Spinax 的魔术伸缩水管也是一个升级版呢。你看，从5米的这个水管注水之后呢，直接就是变成了15米。不止这样哦，今天一共是有2条5米耶，所以就等于呢有30米的这个水管给你带回去啊。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啦，我家里的话呢，就是你要洗那个阳台的话呢，没有阳台那边没有那个水水龙头，对，所以呢我就要从厕所那边呢拉出来。
但是因为不够长，很多时候呢，我就要拿水桶这样子刚来刚去，是超麻烦的。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加上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还有这个毛刷。人家都讲哦，汽车哦，就好像我们男人的第二个老婆啊。每次叫他拿去洗哦，他讲我自己洗啦。自己洗的话呢，每次要洗多少个小时的嘛？2个小时这样久啊。哎呦，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有这么方便的一种方式，给你选择，在短时间之内呢，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爱车，你的这个第二个老婆呢，给洗干净了，塞绑绑啦。而且呢，你看一下，我们是有7个不同的一个出水模式哦。是的。要温柔的时候就温柔，因为你要浇花嘛，不要冲那个泥出来嘛。但是要强力的时候呢，要洗掉那些很顽固的污渍，比如说地上的污渍啦，或者是墙壁上面啦，甚至是落地玻璃的一些肮脏的污渍的时候呢，我们又有 Jet 的这个模式，所以可以喷射出非常强力的一个水柱啦。是的，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呢、啊，如果老公在一边洗车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泡沫刷嘛，对不对？所以呢，老婆就可以再做另外一个这个工作了，然后甚至呢，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个浇花的部分哎，所以只是99令吉，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抢购2套回去，我觉得也是超值划算的。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它的地方是什么呢？它真的收纳是很方便的，对，因为哈、哦、我们有试过哈、哦，把10米长的这个水管收在一个小 bag 里面啊，是它都可以收得起来，更何况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挂钩让你挂在那个水龙头上面的，对，哎，你知道吗？我现在用的那种哈、哦、就是普通的那些啦，它要挂在外面那个水龙头上面的时候哦，第一日晒雨淋，对，然后沾了很多污渍，哎呦，拿在手上的时候呢又很肮脏，对，然后呢日晒雨淋过后呢，一下子它就裂掉了，不然它就变成黏黏这样子，然后呢水管跟水管之间就黏在一起，超肮脏、超麻烦又不雅观，对，听你这样子听起来呢就是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绝对超值的一个优惠价，只是呢99令吉，然后再来呢这个涉水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有7段式的一个选择嘛，哈。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今天呢，新年佳节要到的时候，这个就是清洗的部分呢，一定是会有的，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还有那种旧式的那种水管的话，你又觉得舍不得丢掉的话，我觉得啦，你可以把那种旧式的水管，如果它还没有坏的话，可以捐去一些老人院啦、啊，甚至是呢，捐去一些更需要人的更需要它的那个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99令吉的水管呢买回去我们自己用，因为呢放在家里呢也更加雅观，更加好看，更加好用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完全不用呢就是有任何这个烦恼啦，所以呢你在不管是洗车、洗地、浇花，可能呢你就是一直在懊恼，然后呢可能每一次要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很麻烦，所以呢也懒得去做，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地板越来越脏，然后你的花是不是已经枯掉了呢？真的，所以呢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轻松然后容易的方式来进行这所有的一个工作啦。是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呢、因为想到说大家回乡的时候一定很多东西要装嘛， 对不对？没错，所以呢今天呢我手上呢就要特别赠送给大家这个就是挂式的一个收纳袋，你可以挂在你的这个就是车的后面，然后呢里面呢可以放一些零食啦、水啦，因为这个又是保温跟保暖的嘛，所以呢就非常方便，甚至是妈妈呢也可以放这个奶瓶在里面，而且呢前面这边呢还可以放一些零食，旁边这边呢还可以放我们这个汽水啦、零食等等，非常的方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车内可以挂之外呢，车后面也是要整齐一点， OK？ 没错，要不然呢你的这个车尾箱啊是不是很凌乱呢？我们一定好好的与这个收纳的一个这个 container， 对不对？对，所以呢在我手上呢就是你看这么超大，而且是一个3格的这样子的一种收纳箱，直接然后呢放在你的车尾箱里面呢，不管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给它安排好好，然后呢有3格嘛，可以分门别类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收纳箱的一个部分、这个是送2个哈，但是呢里面那个毛巾不是要送给你，是要让你看说它可以收做这么多的东西，是，而且我们是一次过送2个、等同于说呢你今天呢1、2、3呢全部带回去，之余呢还有后面的这个刮刷也是要送给大家之外呢，另外呢5米长的这个伸缩性水管也是不让你花1分钱这样子带回去的。你看看哦，今天呢不到100令吉，99令吉你可以得到的是这么大一个的这个套组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对，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Spinax 给带回家吧。CJ Workshop 超值优
秋萍带给你的是升级版的 Spinax 魔术伸缩水管 ，Latex 的一个软水管哦，完全不会硬化啦，不爆裂啦，另外打结也不怕。是的，你看一看，从3倍的一个伸缩，意思是说呢，5米可以变成15米哈。使用呢很简单，容易清洗之余呢，收纳很方便。市价呢是需要199令吉耶，我让你节省掉了100令吉，所以绝对超值优惠价，只需要99令吉，你就可以拥有了。是男人都很喜欢在家里洗车，但是你看呢，超麻烦的，因为有些地方高又够不着，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样的那个高度的话，有时候又够不着。然后呢，旁边有一些地方呢，你又觉得说的洗得很麻烦，对不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说最传统的洗车的一个方式。没错。另外跟大家讲，你看你这样子来洗车的话，你的双手都已经沾满这个肥皂，对不对？万一你的手出现敏感怎么办呢？是的，所以很重的这个水桶。哎呦，这个呢可以踢走了，这个是最传统的一个洗车的方式。今天呢，我这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呢，就来介绍你一个非常容易的方式啦。好啊，你看这个哇，超厉害的哎！这个毛刷的部分呢，我们轻轻在这个部分一按的时候呢，因为你看这边有这个泡沫瓶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 snow wash， 在家里呢。都可以呢，进行好像可以媲美外头那种 snow wash 洗车的一种感觉啊。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你要洗前面啊，洗后面啊，洗上面啦，它都可以帮助你洗干净你的爱车。而且呢，它呢完全是不用像我们这样子啊，用那个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绵啦，然后你又要沾到我们的那个手，很麻烦，对不对？那你今天呢，只要这样子刷一刷，刷一刷呢，就非常干净啦。对，所以呢，你看完完全全的。就可以进行这个泡沫的一种清洗的工作，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就用清水的部分就可以很干净了嘛。是的，而且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你一边刷的时候呢，它呢又可以帮你就是已经是调好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肥皂水了嘛。是的。然后呢，你看一下呢，今天呢，就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打压，打压，对，这个很难呢。你看呢，很多时候呢，有这种洞洞的地方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毛刷完完全全就可以给它伸缩进去，然后呢，就可以清洗我们 spot rim 的一个部分了。哦，这个哈，大家真的是可以哈，省下哈，每个星期哈去给人家洗车啊，比如说，很贵耶，12块到15块之间，其实可以省起来哈，自己去吃，自己去喝，对不对？对啊。然后呢，你看一下这个呢，完全就不费力嘛，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洗的时候啊，就要用布啦，用海绵啦，超麻烦，对不对？这个呢，你完全又不用沾这个肥皂粉的话呢，我们呢就已经是有这个泡沫出来了，所以就好像雪花洗，很柔软呢。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是会伤害到你的车身的一个部分啊。是的，而且呢，今天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就是出水头啦。是的。出水头的话呢，我们是有7个不同的一个出水的模式嘛。对。所以呢，你今天7个不同的出水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非常方便。所以呢，你要出水的时候呢，只要轻轻的这样子按下去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呢非常简单哦，你要使用的时候呢，只要这边按一按就 OK 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呢，今天这样子我们把它变成 shower 的一个模式哦，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水呢这样子喷到我们的这个车上。然后呢，一边洗干净。然后最重要的东西什么呢？除了说 shower 之外呢，我们是有不同的模式 ，OK？ 比如说 flat。OK， 还有呢 ，center 它是集中在中间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e， 这个呢是比较温柔的模式。还有这个副中间的，甚至是呢有这个 miss 哈 ，miss 的话呢就中间一个而已。哇，比较有力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是最有力的，就是我们的 jet 的一个部分啦。所以你看一下呢，今天呢要冲洗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话，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说呢你要冲洗一些比较顽固的污渍的话，你就可以用 jet 这样子来喷水。因为而且呢，你看一下它的那个范围是更圆的，所以你只需要这样子喷。车顶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担心，哎呀洗不到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用喷射的这个方法。
方式呢，把这个车镜啦，然后车顶啦，车身通通都可以一次过完完整整的给它清洗干净、啊、你看我哈、哦、我是站在这边哈、哦、那个位置是完全没有更改过的、啊、但是呢我是可以冲到这个车顶上面去哈，也不用担心是说太靠近会碰到自己，对不对？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呢、啊、把它喷一喷，甚至是呢你今天要比较大范围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shower 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 flat比较大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去冲洗我们的汽车啦。对，所以呢你看今天除了车身以外，我们的打压也是不是可以给它来喷射一下。 OK 啊，打压啊，包括说车身这边呢你冲洗干净了之后呢、嗯、很简单嘛，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冲洗我们打压的一个部分，因为刚才洗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把它这样子移下来、嗯，哎，用这个 jet 的部分呢，把我们的打压洗干净就 OK 了。对，打压啦，我们 spot rim 啦，你看都可以洗得哇亮晶晶的哦。真的，因为呢，它这个是强力的一个水柱嘛，嗯、所以呢，你今天呢只是要喷洗就 OK 了。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完全是照顾到我们不同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呢，你要冲洗顽固的污渍的时候呢，就可以用 jet， 或者是呢，今天你要冲洗我们这车的那个打压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啦。对，然后呢，另外。跟大家讲一下，你看这一个刮水刷嘛，就包含在我们这个套组里面，直接给你带回去的，洗车洗干净了，对不对？我们很贴心的，你看直接呢就可以用这个刮刷，然后来进行这个刮水的一个部分了。哦、真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呢完全是为大家想到讲说呢，你在洗车的时候呢，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嗯？这样子的话呢，就不需要用我们的这个布啦，这样子去抹啦，或者是呢，车顶上面的绝对没有问题哈，这个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其中一样赠品，其中一样罢了哈。不要忘记哦、嗯，我们还有这个车的一个收纳箱要送给大家。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套组包括什么呢？整个套组呢带回去有刮钩啦，然后呢再来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五米长的水管，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非常完整的配件，还有这个泡沫的毛刷嘛。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另外一个五米长的水管，也直接要送给你哎。是的，除此以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刮刷要送给大家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车式的一个折叠式收纳箱两个哦，也是要让大家带回去。至于呢，我们悬挂式的一个收纳袋呢，也是要让大家带回去的，让你在佳节回乡的时候呢，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这整个套组呢，只需要99令吉而已，你可以相信吗？对，所以呢，绝对一个超值的嘛。今天不管你想买一套、买两套也可以，因为你可以把它寄回去，然后呢，这个你的 home 套啊、给你的这个爸爸妈妈来用嘛，对不对？所以呢，除了可以拨电话之外呢，也要去到我们的网站或者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s 来进行这个抢购的部分了。另外呢，还准备了5%的哇哦购物积分要送给你。是的，不要再等了，马上行动吧！汽车 workshop 超值优品 Spinax 魔术伸缩水管，今天是升级版的哦。对，三倍的伸缩，从5米，然后呢会变成15米，因为在你注水之后会变长哦。使用呢非常的简单，容易清洗，再来就收纳很方便。当然，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latex 的软水管哦，所以呢它不会硬化，也不会爆裂，打结的时候你也不用怕。是的，市价呢199令吉，我们让你节省掉了好多哎，100令吉啊，所以呢绝对超值的优惠价是99令吉而已。在家里，大家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啦，你就去看一下你的水管是不是那种黄色的，黄色的时候呢，硬化了过后嘞，哎呦漏水嘛，对不对？因为已经是破裂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用一用的时候，插上去的时候，是不是水力太大的话，噗噔，它又掉出来，你又回去再装上去过，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就是比较大力的水枪的时候，你就用手这样子去把那个啊，逼击它，逼击它的时候，第一，它出来的水虽然会大一点，可是后面那边呢，它又会掉出来了。对啊，然后手指头是不是都一直很痛的感觉呢？在你洗完整个车子之后啊，都觉得很累了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你把这一个 Spinax 的伸缩魔术管带回去的时候呢，你看在这个喷头的部分呢，有7段式不一样的这个喷水模式哦。是的，很方便啦。就是你可能说呢，今天呢要换一个比较强力的水珠，是，甚至是呢搭配上我们这个毛刷，你要清洗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汽车的时候，就好像外面那个雪花啊，雪花洗这样子，有吗？但是呢，你
不用花一分钱呢，其实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得到。而且呢，因为那个毛刷的毛是很软的，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刮花你的爱车哈。今天呢，洗车刷车的时候呢，是更加的轻松了。我们知道啦，老公呢洗车很辛苦，对不对？那今天呢，99块买回去送给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是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家庭主妇用起来也是很方便。你看哈，就是喷一些那些干的那些，对，在庭院那边呢，庭院的那些，你家里再大一点有花园啊，对不对？啊，或者是干叶子啦，很方便。那甚至是你可以调整成比较温柔的一个模式，你浇花的时候呢，不会把那个泥土也这样子冲出来，这就是。是我们7种喷水模式的一个好处啦。没错，从5米变成15米，在它注水之后，你看水管可以变得这么长哎，所以呢，你只需要，然后呢，在这个你的屋外有一个水管，你就可以直接拉一拉。你看你要清理地上啦，你要洗车啦，甚至如果你是亲朋好友住在第2、第3间的话，你看都可以一次过拉过去，然后呢来互相一下，然后洗一下这个地上然后的车子的一个部分啊。哎，这个我很喜欢，就讲说它室内室外都可以用了。室内的话呢，就是你在冲凉房里面如果有那种透明的玻璃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个呢就非常的好用，因为够高嘛，对不对？因为它够长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可以用那个毛刷刷一下，然后呢再用那个水枪把它喷干净，甚至是外面 sliding door， 我跟你讲 sliding door 真的是一年洗一次吧，对对对，到有新年的时候才洗的，你懂吗？是，但是呢，我们每次都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只是新年洗一次？因为就是很麻烦，很麻烦，很累，水管又不够长，然后呢水力不够高的话呢，就很麻烦。但是今天呢，水力够强之余呢，我们又很方便收纳，这样子呢，你把它收进去那个小小的一个橱柜子里面的时候呢，它又不占位置。这个是就是我们家庭主妇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对啊，然后呢再来有非常完整的一个配件嘛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挂钩的部分，你就算没有收在橱柜里面，直接挂在那个水喉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呢，今天你只需要呢把整个套组带回去，很完整呢，简直是非常的完美的哦。你看我们有这个5米长的水管啦，有挂钩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泡沫的毛刷，还有一些这个水喉接口的一个配件啊。是的，只需要99令吉哈，但是哈赠品超多的，你看到我们又送给你多5米的这个水管，你可以接起来变成10米。是，然后呢再送给你这个刮刷一把，另外呢配合就是大家要回家的时候呢，你的车后面一定是很乱的，这个的折叠式收纳箱2个送给你，还有呢悬挂式的收纳袋呢也是让你带回家，一分钱都不用给哈。哎，真的哈，外面你买99令吉送这么多东西，没有啦，哪有啊，肯定没有这样的歌可以唱的， 对不对？只有在 CJ Workshop 大家配合一下，今天呢送给你这么多东西之余呢，价格只需要99令吉而已，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把 Spinax 魔术伸缩性水管给带回家。CJ Workshop 超值优品带给你的是升级版 Spinax 魔术伸缩水管。是的， Latex 的一个软水管嘛，所以完全的不会硬化啦，不爆裂啦，打结也不怕。是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市价哈199令吉，今天省下100块来包红包 ，OK？ 因为呢，只需要9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魔术水管带回家了，所以赶紧行动吧。什么？哎呦，打结了啦！佳琪，你要怎么样用哦？这个水管，你要把它全部摊开来，这样子慢慢这样子转转转转回去的，很安脏嘞。对，又哦噜噜的感觉。你看这个水管，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还没有换过。没有，这个是什么？哎呦，你看一下，已经是黏黏的嘞。对。然后呢，好像有点裂掉，对。哎，如果呢，你今天呢要就喷出一些强水的话呢，你是不是要这样子逼近？对，你看你的手指头这样子来给它挤压的时候呢，如果长时间下来，你的手指头都很痛啊。哎，我跟你讲，这个呢，真的可以丢一边的，因为呢要介绍给你好料。哎呀，刚才那个呢，可能就是5到10米，我们今天这个呢，5米可以延长成15米，但是你看一下。哇，很轻哎，超级轻的，看到有没有？所以呢，你看一下啊，这个呢，生产过后呢，它打结也不怕，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收纳袋给你的哈。对。然后呢，你看一下，它这个呢是可以这样子哈。如果说我打开来之后，
咚咚咚咚。哇，这么用力去扯它哎！因为呢，它是可以伸缩性的，所以我讲说今天我们的五米哈，可以变成15米，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latex 的水管，然后外面呢是有一层布包着的话呢，是就不会这么的肮脏，然后呢就也不用担心它会爆裂，因为呢包在里面的话，那个水管呢就不会有日晒雨淋的一个问题啦。是的，再来呢，我们今天的水管一共是有2条哎，所以你看5+5变成10米嘛，10米在注水之后再乘3的话，就是变成30米这么长喽。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呢让大家看一下，五米呢你是可以收在什么地方哈？就是收在这样子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哦。对。我们现在呢没有注水的时候呢，它是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开水让大家看一下啊，它呢就是这样子 magic。哎呦，不是开玩笑的哦，你看没有注水的时候呢，就小小的一圈嘛，但是注水之后呢，变成15米，就慢慢的在这个膨胀的一个部分了。看到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讲说它是3倍长呢？因为呢，在这样子注水了之后呢，它就会膨胀起来，所以呢，就可以变成15米，加上我们今天又送给你另外5米嘛，所以5+5变成10×3的话，就变成30米。是的，在这个套组里面呢，我们当然还有包括就是这个泡沫的一个毛刷的部分，你看是非常柔软的一个部分呢。是的，不管你在洗车、拉洗玻璃镜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啊。OK， 然后呢，这个操作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然后这边有泡沫瓶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已经注水了之后，就直接来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一个还有泡沫的清洗的部分了。所以呢，你看一下啊，今天呢就是这样子哦，看一下，然后呢洗一洗，可能你要这样子啊，然后呢就上面呢，可能延长不到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呢把它刷一刷呢，那些的灰尘呢就会非常干净的这样子给洗干净了。所以你想一下啊，新年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 sliding door， 然后呢会有这个落地玻璃，阳台那边呢有一些地方呢可能说呢我们有时候要用布这样子去洗，对不对？我跟你讲，完全不用用布，你只需要用我们这个毛刷就可以了。除了毛刷可以用在我们这个玻璃方面呢，今天呢你如果要洗车的话，这个就好像我们的 snow wash 这样子啊，因为呢那个肥皂已经放进去帮你调好了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对，你看就是这么容易，你的双手也完全不需要沾到任何这个肥皂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是非常的干净跟卫生啊。是的，所以呢今天呢除了毛刷之外呢，如果说你今天要用这个清水来洗的话呢，就可以换成我们这个水枪啦。这水枪我们是有7段的模式，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呢遥远的地方，我要这样子1、2、3噔噔噔噔，哇，真的超远的，有没有？而且超高的，你看到吗？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喷上去耶，然后呢这样子给它这样子喷下来，然后呢一些顽固的污渍，即便它是这么遥远的一个距离哦，它的水枪的那个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是不是超方便的，就算呢在高处一点的这一个肮脏，然后呢都绝对不是问题的。真的是可以喷到很高嘞，你看到吗？我完全呢就是没有呢移动过我的一个位置，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 jet 的一个模式啦。所以呢这个呢如果是用在我们这个可能说你家里有阳台，是，然后阳台望下去有那个这个屋顶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强力的喷射模式把屋顶上面的一些陈年旧渍洗干净。而且呢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模式的哦，今天呢还有这个 shower， 然后呢还有我们有7种嘛，这个呢就是范围比较大的，甚至呢转过去之后呢只有在集中在中间的，或者是这个呢你要拿来浇花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你呢今天呢要帮水就是我们的盆栽浇水的话，就可以换成这种模式啦。因为呢就是不会冲走那个泥土嘛，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呢？如果说呢用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出水啦。是的，所以呢方便又容易啊，然后呢根据个人的这个想要洗刷的一个部分，然后进行来调节了嘛，所以呢是不是很容易呢？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除了说我们要洗家里的一个我们的窗口啦，你一定是会洗家里的那个停车的那个地方嘛。啊，有，因为有时候呢就是会出那个黑油嘛，对不对？然后洗也洗到很麻烦嘛，或者车子轮胎肮脏，一进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都有泥沙啦、泥土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可能家里的时候呢，你经常没有清洗的话呢，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非常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呢只需要呢把这个水轻轻的这样喷下去，
看到吗？它就可以呢冲走那些呢掏上面肮脏的一些污渍。对，也完全不用呢什么刷子啦，什么这个海绵 sponge 部分呢要蹲下去，然后等去刷刷刷，是不是很累的？而且呢一不小心又伤到腰怎么办？所以你看轻轻松松的站着，然后呢有一定的距离就给它喷射一下，绝对就可以干净了。因为呢我真的看过有人现在呢洗的话呢还是一桶水一桶水这样子干来干去，哎呦真的很累很麻烦， 对,、啊、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只需要这样子喷一喷就可以了，已经是完全超级干净了。对，而且呢可能在家里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也要来清洗的时候呢就是很辛苦很累嘛，用这种方式直接买来送给他。对，另外还有就是冷气的这一个网的部分嘛，对不对？是过滤网的这个部分啊、哎、大家都知道说呢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哈也是一年差不多洗两三次罢了哈、哦、这些蜘蛛网啊灰尘啊已经是非常肮脏了，然后我们放在这边上面呢只需要轻轻的这样子喷一喷，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些肮脏的这些蜘蛛网全部这样子呢把它给喷出来了。对，看到吗？哦，这个已经是拖出来了。对，然后很怕很脏脏，你要用双手去弄它吗？完全不需要耶，所以直接用这一个 Spinax 的伸缩水管，然后给它用力的这样子来喷一喷，然后我转过来一下哈、哦、对，然后呢就是直接的可以把所有的灰尘都冲得一干二净了，真的很方便哦。所以呢也刷子也不用用了，因为刷子可能会刷破它嘛，然后呢手也不用沾到这些肮脏的一些污渍。对，你看一下今天呢干干净净的这个 aircon filter 就已经出现了。对，记得今天呢只需要9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魔术伸缩性水管给带回家，包括一个收纳架5米长的这个水管，还有毛刷以及接头等等，不需要100令吉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是的，今天有买就有送嘛，5米长的这个水管也要直接送给你，所以5+5哎，你看是多么的长的水管啦。再来我们有这个刮水刷也是免费送给你的，不止这样而已耶。是的，这个呢就是体恤大家回乡的时候呢车尾箱很乱，对不对？直接两个折叠式收纳箱让你带回家之余呢、还有这个可以挂在车里面放零食的悬挂式的一个收纳袋也是要让你带回家的，这里全部不需要让你给任何的一分钱，因为呢你只需要给99令吉就可以把整个套组给带回家。对，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永城市把 Spinax 给带回家吧。你知道吗？99令吉哈，你今天要出去买普通的那种水管哈、黄色的啦，或者是青色的那种哈，对，又贵哦，百多令吉买那个，百多块，你懂吗？而且呢，那种呢又没有收纳的一个地方，是，然后呢日晒雨淋过后又会变得黏黏，再不然就会变硬，硬了过后就会破裂掉。破裂，然后第三个东西是什么呢？很肮脏又不雅观，因为沾上地上的那种肮脏污渍过后，它会粘进去里面啊。对，所以呢，你怎样洗都是洗不干净的。是，所以种种的问题了之后呢，你还会愿意经常在洗地啦、洗车吗？对，那你要用钱，你觉得很累人的，你都完全不想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工作了啦。是的，所以呢，你想一下啊，今天呢洗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模式哦，七段模式调节，你在洗车、洗地。或者是洗窗口甚至是浇花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自由调整这个出水模式。对，然后再来呢你看我们也在这个整个套组里面呢有一个泡沫的毛刷，很方便的泡沫瓶装一装，然后呢就可以在家里你看你的车子都可以进行 snow wash 啊，好方便，不让人兴奋啊。哎，这个呢真的适合可以跟小朋友来一个亲子活动啊，一起洗车。也对也 对, 对, 对，是他们很喜欢玩这个部分吧、然后呢洗车呢刷车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讲说我们那个毛刷会刮花，因为它是非常软的一个毛刷来的，所以呢清扫一下你这个第二个老婆她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伤害。今天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出水模式嘛，强力模式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清洗一些顽固的污渍啊灰尘的话就可以使用它，甚至是你要比较柔软的一个模式呢，比如说你要浇花的时候啊不要用这么强力的话把那些泥土冲出来的话又可以调整成我们比较温柔的模式。对，或者是你要跟你的
的宠物来洗澡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上我们的这一个伸缩的水管来给它进行清洁的一个工作啦。而且呢，今天呢给大家的是99令吉的 Spinax 魔术伸缩水管呢，里面已经是有5米长的这个水管，之余呢还有我们这个毛刷以及我们收纳架的一个挂钩。是的，所以呢你看整个套组非常的完整。再来，我们有另外一条5米长的伸缩水管要送给你，另外呢还加送了就是呢我们这个刮水刷，以及呢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就是2个折叠式的收纳袋，以及呢这个悬挂式的收纳袋呢，也是要让大家带回去的，让你在佳节的时候呢，汽车上面完全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只需要99令吉而已。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的 Spinax 给带回家吧。因为呢，你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是5米哈，一直延伸到15米这么长哈，所以呢，今天呢，你要在哪一个角落洗都没有问题，汽车停很远也没有问题，是啊，因为呢是有30米这么长，是的，当然你看一下呢，是不是很方便呢？哎，这个泡沫刷，对，这个就是呢，我们在套组里面呢，包含在一起的一个毛刷，也是可以进行这个泡沫清洗啊。是的，你看一下啊，今天呢，你要温柔的对待你第二个老婆的时候呢，你就要用这个毛刷，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人呢，帮你洗车的时候可能很粗鲁，对不对？是。这个呢，你就可以非常温柔的对待它哈，包括说呢，一些很难洗到的一些部分呐、汽车的那些角角落落啦，甚至是呢，车前面呐、很肮脏的部分呐、全部呢都可以把它洗得一干二净。没错，你看呢，它有这个配备了毛刷嘛，你也像这样子用泡沫一同的，然后呢，把这一个你看肮脏物呢都清洗掉了。上面肮脏也是要洗一下。哦，是是是。真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把那些肮脏的污渍呢全部洗干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除了说呢你的车上面之外呢，是，当然说呢，你可以各个角落都可以洗得一干二净 ，OK， 很干净了。那我现在呢就要用水来冲一冲。这个完全可以代替你用布啦，用那种 sponge 海绵，然后沾肥皂来清洗的一种效果来的。又不用弄到手，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呢，我这个呢就是不要做劳力的东西的啦，我就是只是要这样子呢把它冲一冲就可以了。OK， 你洗干净了，对不对？到我喷水了哈，一二三，拜拜拜拜，你看到吗？而且我是站这么远哈，然后一只手呢这样子翘起来，就是这样子喷喷喷，然后呢把这个汽车的这个玻璃呢洗得非常的干净啦。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水管的部分有5米，但是在注水之后呢就变成15米，所以确实呢你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呢也可以同时来进行这个清洁清洗的一个工作啊。这个超干净的，有没有？因为它是非常强力的，所以呢你就可以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呢全部一次过洗出来，然后呢这里呢这样子呢把它喷一喷。是的，然后呢就非常的干净。记得哈，我们今天呢是有各种的出水模式，包括说我们这个是 Jet 啦，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换成不同的一个模式，这个是 Shower， OK， 甚至是呢你今天要帮宠物冲凉的时候呢，就可以不要用这么强的一个模式，所以呢我们只需要这样子转一转来调整说你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要使用到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么的方便啦。所以呢除了我们整个套组非常的完整之外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刮水刷，你看镜子洗干净了可以给它刮干净，哎，就是呢让你带回去的，是免费送给你的。是的，记得今天呢只需要99令吉而已哦，就可以把整个套组给带回去，包括说呢5米加5米的水管，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刮刷，以及我们折叠式的这个收纳袋2个，还有悬挂式收纳袋1个，也是要让你带回去的，99令吉而已。所以呢赶紧把握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Spinax 给带回家了。天天精彩，天天哇哦。